放了几年还能蒸吗？可以吃。红豆就像黄豆、豇豆、绿豆，像这样的豆类，只要晒干了，放几年都没有问题。吃的时候只要没有虫子，用水洗干净，再用凉水泡上几个小时就可以。为什么要用凉水泡几个小时呢？主要是因为晒得太干，需要浸泡才可以。红豆指的就是海红豆，豆科海红豆属乔木，羽状复叶，小叶呈椭圆形，圆锥花序，花为白色，荚果扁平，种子鲜红色，心材为暗褐色。精致而又耐腐蚀。